今次有備而嚟，你唔使旨意再扇我一鑊。上次係你失手啫，你周圍唱衰我出謀招，我仲未同你計啊！咁鬼啊 ！lunch time 饭都唔食，你喺度啤住晒，好得闲咩？我哋啊，斗紧唔眨眼啊，边个眨咗？请食 tea 啊！哦，请食 tea。最衰都系你两个啲香水，攻晒入眼，我唔服输，嚟多次。等你输得心服口服，我同阿君一组，你就同阿 Jo 一组，输咗请食 tea， 仲要接受大惩罚。好啊，好啊。输紧你哋，咁咪嚟翻个窥视魔魂之 Office 大激斗，耶！输咗唔罚得唔得啊？反罚催罚，第一个游戏呢度有支笔，我将支笔放喺中间，边一方首先可以吹过对面嘅红线嘅话，咁就为之赢。而家游戏正式开始，你哋准备好未啊？阿妹咪准备好。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好，哨子声一响，嗱，双方搏晒命进攻咯，哇！但系支笔喺中场徘徊啫，正当争持不下嘅时候咧 ，Potter 大力一吹，我入唔入咧？哇！喺呢个角度睇好似入咗，喎，咁入唔入咧？哇！阿勤完美扑救，大力吹出嚟解围啊！好，加个球，重新开个波。喂 ，Potter 大力一吹嚟个突击啊！阿勤挡都挡唔住啊！1-0，招积 Potter 队领先啊！哇，到 Potter 队阿君啊，哇，睇下佢吹到样都变埋啊！哇，大支笔啊，喐都冇喐噶，有冇搞错啊？哇，阿君出其不意，你进攻哇，好近防啊！今次哇 ，Potter 需要奋力接招啊！大出入，喂，守唔住个笼啊，入波啦！咁嘅赛果啊，真系连 Potter 都跌烂眼镜啊！终于嚟到最后一铺啦，我哋今次赢紧啦，赢紧啦！一，最后嚟到两位 BB 梦幻对决咯，哇，战况好似僵持不下喎！咦，阿君用力一吹，阿招再还击，阿君再吹，哇，成支笔入晒街啦 ，Go！哇，果然啊，笔系圆嘅，唔吹到最后都唔知边个赢啊！君子小勤组最后以2-1赢咗第一个游戏啦！你话你好吹得嘅，粉笔定面帽？搞咩啊？黐到我哋成身都系面帽纸，浪费晒啲地球资源。你放心啦，我哋回收再用嘅。而家我哋玩嗰只 game 就系要揈甩晒我哋身上面啲面帽纸啊，揈得最多嗰个先系赢嘅。点揈啊？你搣咗我头脑嗰度符先再讲啦。我都有做喎。游戏规则咁嘅，两队要喺10秒之内将身上30张面帽纸揈甩啊，身上剩得最多面帽纸嘅队就输啦。嗱，我哋有10秒时间啊。3-2-1，开始。哇！喂，你只手唔好拨，唔准拨，唔好得拨。喂，你傻啊！虽然阿娇出晒口食，但阿勤全身落力咁揈嘅情况下咧，最后啊都系攞身上剩翻9张纸嘅佳绩啊！预备啦，3-2-1，开始计时。点解好似冇跌过嘢出嚟嘅？有3秒，点解个头？9秒，够钟！虽然 Potter 出埋怪叫呢招，上身啲面帽纸打风都吹唔甩啊，结果仲有17张面帽纸喺身，仲多过佢揈得甩嘅数目啊！阴公猪，嚟，小朋友准备好未？准备好。好，就嚟准备，开始。哇，咁劲嘅喂，劲过你喎呢个人。你做乜帮人哋啊？做乜帮人哋啊？唔系啊，冇啦，停。停，冇啦，停啊，停啊，走！明明打对头嘅，阿娇你都嗌晒加油咁，多咗个无间道帮手，所以阿君身上面只剩翻12张面帽纸啫，成绩唔错啦。最后到阿娇啦，由于 Potter 办事不力，所以阿娇一定要发挥到超水准表现，先有机会赢到君子小勤组啊！谁胜谁负就要睇佢啦。啊！最后到你啦，女乖啲，温柔啲，知啦。
辛苦啦、已經得啦，已經開始緊係嘛？咁啦咁，未得，準備一二三，哇！地震啊！哇！震啊！喂，四三二，快啲啊！一一。整到 office 都大地震啦、啊，真系唔可以睇小柔弱嘅招啊！究竟边组赢呢？好啦，讲一讲比数先。我哋嘅比数就系我哋剩翻21，佢哋剩翻27。换言之，系我哋赢咗啊！最多嘅系输噶，我哋都系话过我哋。多谢啊 ！office 打斗下集。賽事將會進入白熱化，雖然君子小勤組暫時以2-0領先，但未到最後都不知鹿死誰手啊！究竟哪一組會接受大懲罰，而哪一組又可以笑到最後呢？記住不要錯過 Crazy Moment 的後續發展啊！